运27岁的2013年香港小姐冠军陈凯琳与48岁郑嘉颖近日盛传8月12日于巴黎结婚，陈凯琳更被指怀有身孕。面对传言满天飞，陈凯琳昨日终于亲自承认结婚喜讯，在社交平台兴奋宣布去年圣诞节已答应嘉颖求婚，林报说嘉颖是他的 THEONE， 两人将会结婚，父女恋修成正果。